前阵仔的大雨加上最近的日头，安尼就是上适合白蚂蚁生长的环境。而且伫社区的环境内底，可能有无清理掉的积水容器，因此最近各区的天狗类白蚂蚁监测大幅提升。对此，台南市天狗类防治中心办理清洁家园、主角境外天狗类防治宣导活动，结合各区里的力量，做伙防止天狗类疫情再次发生。虽然八成都正新冠，但是登革热是戒不掉。啊，咱台湾咱咧算蛮平安的。2015年哦，发生一病了，即马当年都是安尼个位数、个位数。到2019年的时阵是30几个哦，本土案例比咱台湾变拢下来。2020、2021甲今年目前为止拢零本土，对咱台湾来讲，这是非常罕见。我们境外会有一些民众回国以后没有被发现到，那相对会进入社区，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座的每一个我们的防疫伙伴，还有我们要为叫我们的社区的民众，能够自身源的部分还有容器能够减量，然后雨水的部分雨后一两周都一定要再做我们定期的巡检。这次的天狗日宣导活动，也邀请各区区长、里长以及社区志工做伙参加，希望因回去到社区的时，会当加强宣导以及动员，落实巡道清刷的要点，让台南市这两冬零本土案例好成绩继续延续落去。台南新闻张秀伟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